大家好，今天是2022年2月20号早上8点半，我们来到了 Pender Island Magic Lake 湖边钓鳟鱼。今天早上阳光明媚呀，天气很好啊，湖边静悄悄的，只有我一个人啊。大爷，哇，看一场而跑。
哇，今天天气非常好啊！刚才就在这儿钓到大鱼啊。先跟大家介绍一个酸菜烧鳟鱼，首先把鳟鱼破洗干净，切成鱼扒，然后从脊柱就是破开切成鱼块，然后装盘，一会儿待用。先把油烧了，放点姜，放点蒜，放点花椒、干辣椒，然后酸菜炒一炒。现在酸菜鱼好了，我们现在勾芡了。起锅，装盘，